还不错啊。好，像你像像你前面这边还很多，你看。哎，101在那里耶。你有看到牙吗？啊？这个怎么会？这个也不会啊，这个也不会啊，这个也不会啊。哦，好。可是你可以采嫩的那个就好了。哎，茶叶不是说可以嚼吗？就不会中暑哦。哦，啊，你如果这么在乎的话，就多一点嘛，因为是废叶哈。它这叶在这个地方熬着熬了以后，它这个才刚长上来，所以你要采就采这样子，就采这样子。啊，如果正常是这样子的，这叶就很正常了，为什么不采？好，你高兴就好啊。好好好，讲求完美也是好好事啊。可是这个毕竟是一个自然环境之下长成的东西，它要讲求这么完美，可能明天采不到几芽糖。当然是啊，你就看你喜欢的把它采下来。